七月十三日至十五日，举行台湾普渡平安法会，勇者天上圣母菩萨、观自在菩萨、地藏菩萨、千里眼将军、释迦牟尼将军，天上众圣台台湾普渡吉祥长途，勇者天上圣母以及地位神祇安坐仪式，全体灵员。就是心胸心怀恭敬，恭敬天上圣母，平上香之内上香拜，三上香，三上香，加主营唱。